那每一年每一个人的运命都不一样，是不是？哦，这代表着它里面的排法也不尽相同，是不是？所以在看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就是一般的人就觉得说这个是都是在热心助人的工作，对不对？有些还是义消，是吧？对不对？但是你细进去看，那每一个人在当年的流年啊，而这流年的后面是什么的去排的为基准呢？那这些东西它都是有原因的嘛，对吧？所以又变成我们上次说不能够马上就下定论说怎么这打火兄弟这么做这么好，又是对，就不能以偏概全嘛，对吧？但是当然这个东西现在我们的这个 moment，就是我经常在讲的，就是因果最大，对吧？那至于这个前面所有的这个怎么样的一个缘分的修来到这一刻，这几个人刚好就在那里面啪一下，对不对？那我们上次不是讲过，所有的像它一定有一个原因在拉着说一起或怎么样，对不对？这个进行中。那这个当然要去查，一定可以查得到。只是说每天像社会新闻这么多，哦，你说要查头都昏了，那就只能等于是给我们也是一课啊。你看现在二十几岁，说没有就没有了。以前二十几岁还觉得是根本是才刚刚出社会活蹦乱跳的时候，对不对？那这个更显示出世事无常，对不对？世事无常的这种很多的以前讲的这些成语啊、定论啊，现在你留心的去看很多事情，尤其现在的这种社会新闻越来越多，你更觉得很多事情，古人讲的一些智慧是很有道理的，是这样子，好、哦。所以我们还是相信呐、啊，就是说每一个人你要聚集足够的正能量，去行你今生所要做的事情，好、哦。各种义务或者是责任，对不对？那这个正能量就是我们平常啊、哦、在做这种落实的这些课程啊、工作啊各方面，你就已经在一直在累积在里面，在你在转，就说它应该是24小时在转，它不会说是我们做心法的时候才在跟天地间相接的时候产生接到正能量，你应该已经是。24小时啊，这个卫星应该跟你之间已经有这个默契，随时，你看这个天地间的正能量应该是接在一块通的，那这是我们现在希望学员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而这个境界，在你真心诚意和纯熟度够的时候，他就进到这个层面上，哦，那我经常说的就是在这种啊。天灾人祸的时候，他要看你身上的记号，就是所谓的我们在讲的这些光，啊、哦，这些光里面就代表了某种的寓意了，只是我们人不会解读而已。好、哦，那么你说现在已经不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这种观点，就是说什么祈福消灾。是要固定的日子是吧？固定的场所啊，固定的仪式，才在做这样的工作，是不是？不是，那是怎么做？随时随地做啊，也就是以前的那个塔台中心呐、啊，你必须去对吧？才能连得上对吧？像我们是便民服务，你知道吧？塔台中心全部搬到你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内。好，那我们在讲的也不是自己瞎掰的，对不对？我们在讲的，就是我说的，不要说我讲的对与错，对不对？是到底是哪一个？自己做实验。所以你一做的时候，哦，他讲的对，真的是塔台像跟着我们一起，那时候你就感动的两行眼泪就出来了。你会自己会有
这些方面的一些见解。哦，所以相对来讲，我们以前不是要看日子吗？对不对？做什么事要看什么良辰吉时，是不是？你的能量强，够就是够那个分量，是吧？你在这里，就像那个总统啊，他去哪里，那个小民都就要开道了，对不对？让总统过，你够分量，你到哪里都是一条路，是不是？你不够分量，左搞搞右搞，觉得自己 OK 了，今天良辰吉时，到那边还是没人让你，然后你还是觉得怎么搞，没有自己的那一片天，好，所以说来说去，这个能量的这种聚集相当相当重要。现在在座诸位可以觉得自己可以调动能量人举手，因为是此起彼落，我很难看说到底有多少。再举一次，你在调动最简单一件事情嘛？刚刚我们在做心法，是不是啊？讲到太阳，你就感到热，是不是？什么调动能量？就这么回事啊！你入了那个境的那种结果就发生，那就代表你能够调动了，是不是 ？Victoria 现在可以了吧 ？OK 了。我在疗愈你，继续疗愈啊！那良辰吉时与否不是那么重要的时候，很多事情是不是就是人家说今日事今日毕，对不对？那很多东西是你在今天可以学到、可以落实的，你就不要等明天了，对吧？所以。一切是跟时间赛跑，你一直在把这个可以运转的你该做的责任也好，啊，或本分也好，能够一直运转着，都很到位。那有很多的这种啊，等于说这些时间呢，用下去，然后你会发现还有很多时间，你可以学习更多更好的，是不是？但如果你就散散的啊，觉得。今天做一件对的事，对吧？一个礼拜一件啊，今天做完，下礼拜做 ，OK 的。那一生呢，也没有多少件，对不对？算算也没有多少。所以多与少，深与浅，还是每一个人。同样是在读超级生命密码，对不对？愿意发心很深的人，已经不知道在哪做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已经把坐云霄飞车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对吧？还没进入状况的，他还没进入状况，他也觉得对啊，有没有看超级心法？有啊，有没有做心法？有啊。那你现在一个发心程度啊，我都有看啊，什么叫发心？不懂，那也没办法，对不对？你要能够自己期许自己，越精进越往这里面的一些研究啊深入。好，或者做某种的付出，你的这个命啊，生命、灵命都在转变中，啊，转变过程中，然后你看到了很大的一种鼓舞，然后又继续各方面，这是我们每次几乎经常在课堂上都在讲这个善性循环，对吧？所以第一步先走到这善性循环嘛。对不对？